什么？我也是。你们别吓我呀！可能听错了。师兄，洛克师兄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！我是不是看书太累，出现幻觉了？你谁呀？大白天就在本公主面前装神弄鬼的？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。哎呦！洛克师兄，洛克师兄，是我呀，我是李尔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本公主要是被你吓出个好歹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迪梦，迪梦，对不起了。我不是故意的嘛，我们在专心学习呢，你干嘛要跑来捣乱呢？师兄，我现在非常烦恼，想找你帮忙啊。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我准备去买魔法道具。我要向洛克师兄学习，立志成为最伟大的魔法师。哎呀哎呀，等等，我的钱包！不要啊！我攒了好久的零花钱都在里面呢。哎呀！喂，我可爱的小钱包，你在哪儿？谢谢。这里的入口怎么被打开了？好像有人掉进去了，快来人帮忙啊！后来别人告诉我，帮我的宠物叫果冻，所以我想和它交朋友。洛克师兄，你能帮助我吗？这样啊，那好吧，咱们帮帮它吧。本公主才懒得管这种闲事呢。再见。我刚才被它吓得不轻，我得早点回去休息。你保重。听好了，李尔，这个入口连接整个王国的地下水道，叫做夜影回路。在夜影回路里，存在着很多很多野生宠物，你遇到的果冻就是其中之一。原来是这样，师兄，我们赶快去找果冻吧。住手！不要破坏公物，夜影回路可不是这么进入的。丁梦，丁梦。
那我该怎么办呢？送你三个字，笨笨笨。这种时候当然是用液化术了。液化术？你不知道吗？液化术正是魔法师前辈从果冻身上获得灵感而创造出来的魔法哦。所以看好了，太厉害了，洛克师兄，你不愧是我的偶像。别磨蹭了，你也赶快用液化术，咱们这就进夜影回路去。好啊，走啊，愣着干嘛？可是师兄，我不会液化术啊。好，人家还等着你教我呢。师兄你教我吧。师兄你怎么了？别理我，我被你打败了。丁茂，液化术是一项很重要的魔法，除了咒语之外还必须借助液化药水，这也是我为什么带你来博德材料屋的原因。梨儿，你在听吗？师兄你看真好玩。梨儿，首先我先教给你液化术的咒语，你可要牢牢记住。听清楚了，咕啦啦，随心所欲，液态变化。然后你就要将这瓶液化药水，你又开小差了，梨儿。没有了，师兄，你的话我都记着呢。咒语是，随随便便，液态变化。然后就把这个药水一口气喝下去。味道不错。笨蛋，这药水不是用来喝的。肚子疼起来了，师兄，我会不会中毒啊？欢迎光临博德材料店，小子，你是不会中毒的，只不过怎么了？会拉肚子。我受不了了，我得去厕所。多谢惠顾，液化药剂一瓶20洛克贝。还有赔偿费用、清洁费用，加起来50洛克贝，请付账。博德老板，不可以打八折吗？丁茂，我这里拒绝讨价还价。梨儿，你这个混蛋！咕啦啦，随心所欲，液态变化。咕啦啦，随心所欲，液态变化。我可以休息一下下不？看我的口型，我只说一个字，不行。师兄，不行是两个字。你赶快继续学习吧。丁茂，现在运用液化术，我们进入夜影回路，随心所欲，液态变化。师兄好暗呐，师兄好窄呀，师兄好害怕呀。师兄，我们能找到果冻吗？安静，那边有声音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师兄，找到果冻了！先等等，果冻，我来救你！爸爸！果冻，你快跑！师兄，快来救我！梨儿，战斗！对呀。聆听我的召唤，出来吧，喵喵！喵！爸爸，果冻来吧，加入我们一起战斗。果冻，有我师兄在，他会保护你的。师兄，我也会的。迪莫，闪电冲击！迪莫，喵喵，寄生种子！使用水波术，你一定可以的。爸爸，
洞，谢谢你帮我找回钱包，以后我们能做好朋友吗？果冻，其实我还想让你做我的宠物，好好保护你呢。不过我现在还有很多魔法都不会，连自己也保护不了，等到以后我变厉害了再来找你好吗？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快回去吧。爸爸，好吧，果冻，最后让我们来一个爱的抱抱吧。爹妈，哎呀，真舍不得离开果冻啊。师兄，谢谢你啊。没什么。对了，李尔，我帮你付的那50洛克贝，你什么时候还给我？师兄，我还要继续练习烟花术呢，再见了。臭小子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还我洛克贝。远古的传说，是否有人去证明？沉睡的精灵记忆，什么时候苏醒？不要犹豫，鼓起勇气，朝着梦想飞奔而去。深重世界的正义魔力，在你心里。探险路上，跌跌撞撞，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。洛克的魔法伴你左右，希望在等着你。